好好。啊，咱嘛要来感谢了咱吼，啊，这个学习社啊，咱桃园学习。今仔日中秋节日，就是咱酒家、公园酒家迎景上帝圣诞千秋，非常感谢各位啊，咱的工作人员啊，所有的大家非常辛苦啊，咱啊各节目啊来各祝酒的咧啊，咱这个倒酒瓶，咱有享用着平安的，大家唔免客气来吃一个平安，吃一个平安餐，非常感谢各位，谢谢。
谢谢来宾，再次给我们掌声一下。